台南市七股区数字角保安宫于今年被列入台南400重点庙宇打卡景点。保安宫这次举办爱、正义、新传、现代雕塑及传统石雕艺术特展，邀请国宝级雕塑艺术家王秀起及传统石雕艺术家陈瑶芳共同举办展览，展出日期自8月12日起到9月12日止。那里我们用一个爱、正义、新传的石雕雕塑一种的展览呢，还要用这个庙宇的中的我们改建立一个文化馆啊呢，诶，展馆啊呢，啊，透过这个展馆，咱就把咱的一挂传统的艺术跟现代的艺术结合，啊，来再做一个展览，安尼。我们对8月12号到9月12号啊呢，啊，我们这边的展出有两位大师，有一个，咱国家艺术委，王秀起的雕塑跟石雕。啊，够咱来了一个陈瑶芳，好、哦、大师的中的石雕，以他针对是伫传统方面啊呢，啊这几个结合，你家这展出啊呢。